今天大班老师请每个人写一张感谢卡。哇，露，你的感谢卡很棒耶。我本来也是要写给奶奶的。真的吗？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决定要写给玲玲，谢谢她一直陪我玩。哇，太好了，玲玲一定很开心。不过我想给玲玲一个惊喜，所以在我还没有画完之前，不可以跟玲玲说哦，这是我们的秘密哦。好，给玲玲惊喜是我们的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我也要听。没有啊，什么秘密？可是我刚刚好像有听到我的名字耶。我们去找奶奶吧。好。你们，好哟，到底是什么秘密啊？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华露，华露，莎拉，你有看到瓦露吗？没有哎，你找瓦露做什么？我想要知道他和哥哥的秘密是什么，他们刚刚都不告诉我。为什么你想要知道琪琪和瓦露的秘密啊？因为我听到了我的名字啊，所以一定是跟我有关的。这样啊，那你也去告诉瓦露一个你自己的秘密啊，这样就可以交换秘密了。对耶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谢谢你，莎拉。不客气。那我要说什么好呢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是瓦露啊，给我的感谢卡，感谢我做好吃的点心给大家吃。哎呀，这孩子真可爱啊，看到他们这么可爱，我就想要做更多好吃的点心给他们了啊。好，我来想想看今天做什么点心。那你们呢，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瓦露，玲玲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有秘密，你想要知道吗？我不想，你可以不用说。可是我很想跟你说。你看呢，我画了一张画要给莎拉，可是莎拉不知道。好棒哦，莎拉变成公主了，她一定会很喜欢。好了。我刚刚说了我的秘密，换你告诉我你和哥哥的秘密。不行，我答应了琪琪，不能说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快说。我不要。快说。我不要。快说。不要啦。停！哎呦，怎么讲话这么大声啊？奶奶，瓦露他。有话慢慢说。来，我们。进屋子里说哈。好。我懂了，玲玲，你是想用你的秘密和瓦露换他和琪琪的秘密啊？对，我说了我自己的秘密，瓦露也要告诉我才公平啊。可是我又没有答应你要交换秘密。对呀。瓦露一开始有答应要跟你交换秘密吗？
没有。嗯，对了，啊，玲玲啊，每一个人呐、啊，都有啊不想要跟别人分享的事情、嗯，啊，我们不能够去勉强别人，一定要跟你说啊。哦，那这跟公平和不公平是没有关系的。啊，好嘛，我知道了，不说就不说嘛。好乖啊，那我做点心给你们吃好吗？嗯，好。好，我来做点心。那你们呢？啊，正好来听一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喵，喵。今天是嘟嘟城的重要日子。哦哦哦，小布布，欢迎加入嘟嘟城。真聪明市长为小布布戴上皇冠，因为小布布是最迷你的小汽车。它跟一、二、三三条狗一样长，还跟一、二、三三只兔子一样高。不想要可爱却想变厉害的小布布决定去找卡拉卡先生帮忙。卡拉卡先生是嘟嘟城里最有名的大力士，他曾经举起大象，还从海底捞过大船呢。小朋友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我也想要变成大力士。哦，那你得做很多训练才行哦。大力士计划开始。先来练习吊箱子吧，但是好像有点困难。嗯，再来试试看爬坡训练。也不行。别担心，再多试几次。我永远都做不好。最新消息，最新消息，真聪明市长被困在山洞里面了。真聪明市长被困在山洞里面了。去叫市长。我还不行啦。卡拉卡先生很快搬开山洞前的石头。这个洞太小了，我进不去。我应该可以。勇敢的小布布钻进黑漆漆的山洞里面。哎呦，哎，好痛啊！小布布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于是，最迷你的小布布变成嘟嘟城里的大英雄。别忘了，这台厉害的小布布，它跟一、二、三三条狗一样长，还跟一、二、三三只兔子一样高哦。彩色世界，猜猜看，我的橘色世界有哪些？橘色的大南瓜，橘色的篮球，橘色的鲑鱼，橘色的枫叶，橘色的木瓜，橘色的橘子，橘色的狐狸，橘色的小丑鱼，橘色的安全三角锥。哇哦，还有好多橘色的东西，我的橘色世界很精彩吧？你们喜欢吗？水果冰淇淋，公主请喝茶。嗯，玲玲，你怎么了？莎拉，奶奶说
不能勉强别人跟我交换秘密。那就算了呀。可是我还是想要知道秘密是什么啊。怎么办？我想如果可以让瓦路开心的话，也许他就会告诉你了。让瓦路开心？对呀，我妈咪心情好的时候，我拜托她的事情她都会答应。有道理耶。要送什么东西给瓦路好呢？琳琳在做什么？在找玩具啊。对呀，我想找一个瓦路会喜欢的玩具送给他。哇，琳琳对瓦路好好啊，他拿到你送的玩具啊，一定很高兴的。会高兴吗？那太好了，奶奶帮我选。哦，好啊，来帮你选啊。你很多玩具哦。哇，这个照相机啊，好可爱呀。那是我妈咪新买的，我只玩过一次。瓦路啊，一定会喜欢这个照相机的。不过你只玩过一次，你舍得送给瓦路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瓦路会喜欢就好，我拿去送给他。你觉得可以就好了，来给。那我去找瓦路哦，奶奶拜拜。小心啊。琳琳对瓦路真好啊，送他玩具啊。可是我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是不是跟那个秘密有关系啊？哎呀，我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孩子们开心就好了。那我们呢？先去看看我的好朋友贝壳潜艇美人鱼。美人鱼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人鱼音乐点播站。今天想听什么歌曲呢？美丽的你。没有这首歌。我爱美人鱼。谢谢，但是也没有这首歌。那到底有什么歌？问我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问问音乐魔镜吧。魔镜魔镜，请你告诉大家，今天最适合听什么歌呢？
瓦路，我已经把感谢卡都写完了。嗯，真的吗？太棒了。嗯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坐游戏船？嗯，好啊。那我先把积木收好。啊？嗯，好。那我先去游戏船那边等你哦。嗯，好。嗯。瓦路，这个相机送给你。嗯，真的吗？啊，好棒的相机，谢谢玲玲。你现在应该很开心了吧？嗯，很开心。那、你可以把你和哥哥的秘密告诉我了吗？不行。可是你拿到礼物很开心啊，我拜托你的事，你就要答应我啊。可是为什么我很开心我就要答应你？那我也答应过琪琪不能跟你说啊。可是、莎拉说的不是这样啊。我把我最喜欢的相机送给你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啊？瓦路，那我……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先别哭，慢慢跟奶奶说。我去看看啊。玲玲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你们呢？去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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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呦呦呦！安全过关。咦，那是什么？哇哦！哇！还好没事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大恐龙！快点救我，小勇士！啊！恐龙拼图王，快快快，赶快通过火山区！只要完成大石壁上的拼图，就可以过关。选正确的拼图，哪一块？啊，是吗？是这一块。带上它，走上乌龟壳，赶快过来，小心，小心，还是要小心。哦，你好稳啊，很棒，速度很快。对对对，哦，一下就对上了。哦，对齐了。好，你看。对了，你过了第一关，赶快来救我。第二关，珍珠果大餐，敲啊敲，只要能够敲出三颗珍珠果，交给三角龙，你就能过关。选好你要用的锤子，敲出珍珠果，敲出珍珠果，敲出珍珠果，哦，很谨慎哦，一个一个慢慢来，对，不要急。哦，好。看它滚到下面了，还去敲下一个，很小心。好，那捡回来放好。哦，三个一样的，推去给三角龙，对不对呢？检查一下，没错，你过了第二关了，赶快来救我。第三关，拯救恐龙蛋，小心穿越吊桥，转动转盘，拉起恐龙蛋，你就可以过关喽。加油！好，滚滚吊桥，火山爆发了，好像很紧张，一点都不紧张，一下就通过了，很棒。我们要来救恐龙蛋，要花力气转转转，嗯，力气很大，速度好快哦，哦，一下子就转上来了，哇！
你还有笑容，好棒！哇哦，很勇敢！哇，你完成了，保持笑容，可爱的小勇士，厉害！找到恐龙蛋了，谢谢你，小勇士！不，不，不，啊！妈妈，妈妈，这才是你妈咪啦！下次再来恐龙岛冒险。哦，玲玲啊，你送瓦路这个礼物就是为了要让瓦路把秘密告诉你啊。对呀。哎呀，奶奶跟你说过了，你不能够勉强别人把秘密跟你说啊。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啊。可是我答应了琪琪不能说。可以说了。玲玲。这是我给你的感谢卡。给我。我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所以我才叫瓦路帮我保密。可可谢谢你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琪琪跟瓦路说他的感谢卡要送给李玲，但是呢先不告诉李玲，因为啊想要给李玲啊惊喜。所以呢，瓦路答应帮忙保守秘密，没想到呢，却被李玲听到有秘密的事情。哦呦，这让李玲啊十分好奇，想尽办法呢要瓦路说出秘密。可是呢，不管是秘密交换呢，还是送礼物呢，让瓦路开心，瓦路啊都坚持不说出秘密哦。瓦路，我们去坐游戏船。好啊。奶奶拜拜。拜拜。李玲啊，很开心啊。对呀，我现在要回家，拿给我妈咪看。好啊，不过在你回家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有自己的秘密，也会保守别人秘密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。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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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